太鲜肉好了，需要准备上飞柔没翻 action。 哎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贫血啊？王老板，我是有点王老板，王老板，我问你没事吧？王老板，你快一点呢、啊！好，微班。等一下啊。好。场11至16 take one。那也不太一套吧。好，那你看一下。好。没事。我的手不行。都放屁了。我的手很痛。嗯。先看他。太笨了，笨了。笨了。刚从前面晃过去那是，是别人。没有，好，没事。我觉得最后的感觉蛮好的。这我们再速揉一颗，刚那个还不错。小龙，这边还行啊，还行啊。还行啊。没什么大问题。但是需要他，那我没跟到。有啊，有跟到。叮叮叮叮。那我们可以一起讲。好，那等一下，我们四位救援队都要说话，但是。就是音量差不多，麻烦一下。对，乘一小声一些，其他人大声一点，这样。OK， 好，全场准备。那有需要多一点、少一点吗？还是刚才？有没有 OK？ 全场准备。那其实蛮动作的。都是两个人一起啊，不然再一个人连那个把它关掉。把谁关掉？以前的，没关弱一点。哦，这是高格子。你看最后没有？你看最后，我有觉得太明显。是啊。就是。好赞哦。感觉很大。喂，我的胶。这个。那个 moment。就我是觉得上一颗的光比较好，就是那个光。因为我后来发现，其实先动600再动300比较好，因为300可以把黄金冲出去。但我太早入。I like it。我知道他在讲什么。觉得两颗都关掉不错。那就很棒啊。那就很棒啊。啊，那灯光好像想要上速，够过还是够过？场地。都过上这一颗跟三颗。好，谢谢啊，看你。好，下一颗是12哦。